杨教授的苗栗挑粉事业不能重叠，事业不盘足，除环保对苗栗挑粉是共创的共创期盼，可能归白足，受到当地民众的参加。挑粉事工所表示，三十年前的挑粉事业不，五强人客是当奇怪的，不过厉害事业不，就是六强人客的为客奇怪。工所坚持保留盘足的习惯，是希望在燃烧事业不的年轻们。挑粉市场市场正带头将贵贫穷下烤炉先不快速吃饭，一年一百个挑粉事业白盘着，像贵百壮壮经营来说，还有年度后生意是扣了事业白吃盘着，顺手做生意喜欢当老板。一道挑粉人主讲，三十年的时间事业白抢业不难当正常，一下子变当奇怪。以前哈、哦、差不多三十年前啊，你那个根本也没抢人啊，你知道人家在印度挑粉哦，带有没皮没油。三十年后啊，你讲个抢人啊，大家感觉当奇怪，因为生活水平吼无穷样诶。以前的事业吧，我哋做生意来噶，爱多门吼，佮有设施诶，甚至无设施诶，我哋做欢迎人来不卡来用餐，那种客家人好客的那种精神，我们希望把它找回来。挑粉市公所几年前开始来盘造，而沃卡盘造看茉莉片给市民，做的十种都市公所来营造，每回向挑白新一百，大家打我好抢人的热情，来做人客的客位非辅助为泛舟民主港，客家庄有一道文化而悠闲的人天数，漳州的传承下去。大队的比赛也好，展示也好，你们任何表演也好，基本上很密切，希望按照你们的产品。除了施工所投钱的盘造，移民没有顺行的街路，每摆档都谈呢。大家来说盘造昂喜棚，延续投分新一摆的客庄好年轻。客家新闻总之面，苗栗报道。